己忘情随后报恩啊，趁好有志登位名头冤，有请
待将军见过贤弟再班师回军。拜拜，请。
你仲未曾知道张相公嘅用意呢？此话怎果？想当日兵困之门，相国夫人又话下来，谁人退得贼兵者，不论富贵贫寒，以小姐恩恩为妻，所以今日借满堂喜庆。张相公要将军你同佢做个大媒人啊！真有此事？系好啊！小姐出堂，夫人有命，红娘伺候小姐出堂。我的红运来了，乌云吹散这飘家。
就親似一家噶啦，你不需迴避，快些上前替娘親敬酒啦。女兒遵命。小姐啊，你聽見未啊？公侯係親似一家，咁該係鴛鴦杯定情酒啦。多謝。哎呀，呢杯酒一定又香。又甜啦，女儿呀、啊，快些与娘亲奉酒，敬与你哥哥、啊。夫人，莫非讲错？啊，冇错冇错，我哋睇戏都睇惯噶啦，才子佳人，哥哥妹妹，咁即系。多嘴。此后张相公与恩恩。就是宜兄宜妹，哈，宜兄宜妹，亲似一家。孤独百年好梦，谁知？尚有一言，请夫人明鉴。哦，你直说无妨啊。当日兵围佛寺，老夫人讲过，能退得贼兵者，就以小姐为妻。你记得吗？无错，老身系有此言。啊，无奈先夫生前又话，将我女儿许与我。侄儿郑恒，老生我又岂敢违命呢？唯有多送金白，望相公你另辟高门。硬硬，快些与哥哥敬酒。起来望望苦海。
走，竟变断肠。唐保天纵有神力量啊，人间何则何啊？寸觅王既是痴心，今已成绝望，但愿杯中藏嘅是悲伤啊！啊！泪珠和酒福中倾，今生再死情何相啊！亦算是老身奉酬大德，洪亮先陪张上公西厢歇息，老身失陪了。知道。放下我啦，洪亮姐。